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若有畜所生四胎四性生种种神通生生如来家生过诸譬喻生周边法界生众皆王意生种种生成就生出离生虽所化者为一生今无厌足生种种明镜生能放无数光芒生不可说光明种种之别善不可思相光明超过三界善不可量日轮光明照耀善世间无比月身善无量可爱落花花云山出生种种莲花漫云庄严山超过一切世间香烟普熏山出生一切如来藏山不可说音声开示言唱一切法身这一位菩萨又示现了没有处所的这种色身他又示现了自在示现的色身菩萨又示现种种的神通的色身菩萨又示现生如来家的色身菩萨又示现超过一切的譬喻色身菩萨又示现周边法界的色身菩萨又示现众皆王意的色身菩萨又示现种种色的色身菩萨又示现成就一切众生的色身菩萨又示现出离三界的了脱生死的色身菩萨又示现随所化者威仪具足的色身菩萨又示现见无厌足的色身菩萨又示现种种啊明镜的色身菩萨又能示现呢能放无数光芒的这种色身菩萨又示现不可说光明种种识别的色身菩萨又示现不可思相光明超过三界色的色身菩萨又示现不可量日轮光明照耀的色身菩萨又示现无比月身的
这个啥意思呢？菩萨又示现无量可爱乐的这个花云的色身，菩萨又出生啊种种的莲花曼的云的庄严色身，菩萨又示现超过一切世间的香艳菩熏的色身，菩萨又出生一切如来藏的色身，菩萨又示现不可说那么多的音声，开示演唱一切法音的这种色身，具足一切普贤横色佛子，菩萨摩诃萨深入入时，无色法界能现此等种种色身，令所获者见，令所获者念，为所获者转法轮，虽所获者识，虽所获者想，令所获者亲近，令所获者开悟，为所获者起种种神通，为所获者现种种自在，为所获者似种种能事，是名菩萨摩诃萨，为度一切众生故，勤修成就第八无数色身之神通。佛子，菩萨摩诃萨一切法智通，知一切法无有名字，无有种性，无来无去，非一非不一，非种种非不种种，非二非不二。菩萨示现具足一切的普贤横的这种无色的色身。佛子，普贤菩萨也有常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摩诃萨，菩萨中的大菩萨，深入入世无色法界，深入啊，像前边所说，在这个无色法界里头而现种种的色身，能现此等种种的色身，令所化者，令菩萨所教化的这个众生见看见呢这位菩萨，令所化者念令所教化的众生常常呢想念这个菩萨，为所化者呀转法轮，为这个所教化的众生时时啊转法轮，昼夜来转法轮来教化众生，随所化者时那么随所教化的这个众生啊记这个时记，随所化者呀相，应该呀所现的这个相，令所化者亲近，使令啊所教化的众生常常啊亲近这个菩萨，令所化者开悟，令啊所教化的众生啊那么都得到开悟，为所化者呀起种种神通为所教化的众生啊生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为所化者现种种的自在任运自在这个法门，
为所化者是种种的能事，做种种的人不能做的事，是名菩萨。这个就是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唯度一切的众生的缘故，勤修成就，他时时刻刻的不懒惰，成就啊第八的无数色身，没有数量那么多的色身，智慧神通。佛子，普贤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呀，一切法智通，一切的法的智慧神通，知一切法无有名字，知道啊，所有的法本来是无名字，没有名字的，无有种性，也没有一个种子和体性，无来无去，这个法也不来也不去，非义非不义，说是啊，它是不一样的吗？也不是不一样，非种种非不种种，也不是没有一个种种，也没有一个不种种，就在这个非二非不二啊，你说它是两个吗？又不是两个，你说它不是两个吗？啊，它又不是一个，非二非不二，这个妙处就在这个地方啊。你要明白这个法了，你就超出三界去了。我明天晚间呢，是要先由聪明的人问起来，你们那个不聪明的人呢就知道了。所以啊，明天你们谁聪明的人一定要答复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哪一个是聪明的就要预备好了，要是不是聪明的就不要预备，也忘了他。但是哪个是聪明的，哪个不是聪明，我明天会提出来名字问，不是就那么问。如果愚痴的人明天能答复出来，也就算你聪明了。所以啊，这愚痴的人也有一个机会给你，叫你聪明。咱们现在呀，来开始讲一讲《楞严经》的道理。你印那个《楞严经》的时候，要把那个《法灭尽经》那个果真翻译那个，要印到每一本上，每一本上都印上。那个很短的嘛，那印上的。在佛教里边，有很多的经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楞严经》。有《楞严经》的地方就是正法注释，《楞严经》没有了，这就是末法现前了。所以啊，每一个佛教徒必须要拿出我们的力量来，拿出我们的血来，拿出我们的汗来，来拥护这一部《楞严经》。在《法灭尽经》上说得清清楚楚，末法时代楞严经显灭，那么其余的经典跟着就灭了。如果楞严经不灭，那么正法时代就现前。因为这个，我们佛教徒必须要以这个生命来护持楞严经，
以俺们的血俺们的汗来护持楞严经，以俺们的志愿来护持楞严经，令楞严经发扬光大，流通到每一个角落去，流通到每一粒微尘里边去，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里边去。如果能这样子，这就是正法大放光明的一个时候。为什么楞严经它会灭呢？就因为它是太真了。楞严经是佛的真身，楞严经是佛的舍利，楞严经就是佛的真正的塔庙。所以楞严经这样真，这个一切的魔王就用出种种的方法来毁灭楞严经。首先他就造谣啊，说是楞严经是假的。为什么他说楞严经是假的？就因为楞严经所说的太真了，尤其四种清净明慧啊，二十五圣各说圆通，这五十种阴魔的警戒，这都是啊旁门外道妖魔鬼怪所受不了的。所以有一些个无知的人就说楞严经是伪造的。楞严经所说的道理是既正确又合理，妖魔鬼怪旁门左道都无所遁形，一般无知的人尤其无知的学者啊，无知的这些个吃粪的教授，他妄彻圣言啊，在他一知半解的这种糊糊涂涂的没有什么学识，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就妄加批评。俺们学佛法的人要深深知道这种的关系，所以俺们到处要提倡楞严经，俺们到处要宣讲楞严经，俺们到处要为人呢解说这个楞严经啊。为什么呢？俺们就令这个正法久住于世。那么楞严经如果是假的，我愿意给大家来做保证啊，如果楞严经是真的，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楞严经啊是假的，我愿意永远永远都啊堕地狱去啊，因为我不认识佛法，以假当真了。如果楞严经是真的啊，那么我就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弘扬这个楞严大法。
随时随地我要弘扬楞严的真理。那么这一点啊，各位应该注意的，楞严经要不是啊佛所说的，那任何人也说不出来的啊，任何人也说不出来楞严经的。所以啊，这一些无知的人妄加批评，希望赶快的醒悟，不要再造拔舌地狱的这种的苦因啊！无论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国家的小佛法的人，赶快要痛改前非，自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我对于所看见楞严经的人，所听见楞严经的人所研究楞严经的人那么很快都早成佛道。嗯，有没有果童你看见地狱了没有？啊，是我吗？不是。是谁呀？我不知道是谁，是哪个教授，哪个自高嘞？我不知道是谁。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教授。嗯，是哪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不是国佑吧？不是。嗯，那是谁？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嗯，不是他的看守吗？还看见什么？嗯，很多光，很多光啊。嗯，有没有黑色的？没有。还有谁看见什么了没有？那个妖精。果陀怎么样？嗯，睡觉没睡醒？谁呀？告诉他以后啊，见着这些个这个警戒，不要被他摇动。他叫你叩头，你不必叩头。他叫你做什么，不必随这个警戒转，要如如不动。他要是菩萨，他也不会叫你拜他。他要是师父，他也不会叫你拜他。我这个很愚痴的师父，你说你们哪一个徒弟我叫你们给我叩头来着？什么时候说你们要给我这个做师傅的叩三个头啊？三跪九叩啊？要恭敬我啊？我没有这么叫过你们。所以啊，你有这个你就知道，他叫你叩头的人，这都是啊来扰乱你的修行，叫你没有定力要你随他转真正修道的人，他不欢喜给他叩头的因为你自己要没有功德，人家给你叩头你受不了。你要有功德，人家给你一叩头也回着把你功德给你拜跑了 一部分所以我不叫你们给我叩头，我说你们普里三拜，你们大家烂叩头。你给他叩，他给你叩；你给他叩跑了，他又给你叩回来了。你看好不好？所以我这个做师傅的，不会叫人叩头我的。嗯，
那么有的时候你们要给我叩头，我也不想打人，所以那么就随便咯，因为我是 everything OK， 这没法走。对 ，I know sure， 我不一定知道。你不要说我说的啊，我是这 I guess。本来这个小果童他给我叩头的时候要用脚踢他下巴，但是啊，又怕他 good mother coming post me。果陀 no 果童。因为他妈妈不反对我，他妈妈我就打果童他也不反对，他爸妈妈古林妈子是不行的。谁会讲？果又会讲吗？不会。哎，你很聪明的，你那么聪明怎么不会讲呢？有没有谁讲啊？讲来听听。德国的也会讲啊？也不会。那糟了，这都不会讲。国庆会讲吗？应该会讲。那你小什么？那你小什么？小什么？嗯，你说没有法，那你小什么？国婆，你讲一讲。我就是这个，就是知道这个一切法，这样非这样，我还是觉得不真，自己不真的听法，可是。这个境界，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是如果将这个一切法非二，这个意思是不是两样？所以如果要说是一样，要说一切法是空。可是如果说这个空，这个是天的一点，所以还说。菩萨觉得非非啊，这个意思是还有一切法，不是这个有，是我们要有，是物理真空，是吉祥理想的境界，这个真空不外要有，然后不外真空。哎，你讲的不错。可是啊，还没有讲到这个非二非不二。非二非不二，你讲这个真空不外妙有，不错，妙有外真空。可是真空妙有，这都是落于两边。这个中道就是非二非不二，就是中道了义，什么都没有了啊，这非二非不二。无我无比，不生不灭，不动不坏，无实无虚，一相无相，非无非有，非法非非法，不随于虚，非不随虚，非业非非业，非报，非非报，非有为，非无为，非第一，非不第一，非道，非非道，非出离，非不出离，非量，非无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从因生，非不从因生，非决定，非不决定，非成就，非不成就，非出，非不出，非分别，非不分别，
非如理，非不如理，此菩萨不取是许。第一，不住第一，不分别诸法，不见类文字，随顺寂灭性，不舍一切缘，见义之法，性不法云，降诸法语，遂知实相不可言说，而以方便无尽辩才，随法随意次第开言，以于诸法言辞，辩说皆得善巧，大慈大悲悉以清净，能于一切离文字法中出生文字，依法于义，随顺无为，为说诸法系从缘起，随有言说而无所招，演一切法辩才无尽，分别安立开发是道，令诸法性具足明显，断中以往细得清净。这个法呀，无定法，所以呀，是非二非不二，无我，这个法呀也无我，无比也没有可比拟的，这个法也是不生也是不灭的，也是不动也是不坏的，法也没有实也没有虚，一相也没有，一相无相，非无非有，这个法也不是一定无，也不是一定有，非法非非法，没有一个法可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不随于徐，这个法也不随徐地，非不随徐，也不是不随徐地，就在这个非业非非业，法也没有业，也没有非一个非业，也没有一个报，也没有非报，非有为，也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非第一，也不是属于第一，非不第一，也还不能说它不是第一，非道啊，法也没有一个什么道，非非道，非处理，不是啊，一定处理，也不是一定不处理，非量，也没有一个量。非无量，也不是一个没有量，就在超出这个思意言语这个境界，非世间，非出世间，这个法也不是啊一种世间，也不是出世间，非从因生，也不是不从因生，非决定，非不是决定，那么非成就，也不是不成就，就在这个中道上才是啊法的究竟，非出非不出，非分别也不是不分别，你要在分别上找是实，不分别是智，那么在这个中间，非如理，非啊合乎这个理，非不如理，也不是啊说不合理，此菩萨，这个菩萨呀，不取是许地，不移到啊是许这种道理，不住第一，他也不住第一，不分别诸法，
不见立啊文字，那么随顺寂灭性，随这个诸法的寂灭性，不舍一切愿，还有不舍去一切的菩萨愿，见义之法啊，见了这个一切义理，知道一切法的本源，兴布法云，兴布出来啊大法云，降诸法语，虽知实相不可言说，虽然知道实相无相不可言说，而以方便呢无尽辩才，没有穷尽这个辩才，随法随意次第啊开眼，次第啊为众生演说，以诸法言辞辩说皆得善巧方便，大慈大悲的这个愿力细清净，他得到清净了，能于一切离文字的法门里头，法门中出生文字，出生呢一切的文字，于法于义啊，随着这个法和随着这个义，随顺无为，对吧？不违于法，也不违于义。为说诸法呀，为众生来呀，言说一切诸法，系从缘起，这一切法呀，都从缘生。虽有言说而无所着，虽然呢，菩萨以无尽的辩才而言说这个种种的法，而无所执着，言一切法，辩才无尽。啊，言说一切诸法，他这个辩才没有穷尽，分别安立开发是道，分别一切法，安立一切法，开发是道一切法，令诸法性具足明显，令一切的法性啊的具足明显，断众以往悉得清净，断一切的众生的以往，令一切众生啊都得到返本还原，恢复这个清净的本源的自性。虽舍众生，不舍真实，一不二法而无退转，常能言说无外法门，众妙音，随众生心，普于法语，而不失时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一切法之神通。何子菩萨摩诃萨，一切法灭尽三昧之通，于念念中入一切法，灭尽三昧，一不退菩萨道，不舍菩萨事，不舍大慈大悲心，修习波罗蜜，未尝修习观察一切佛果度，无有废捐，不舍度众生愿，不断转法轮时，菩萨虽然在做水月的佛事啊，那么来教化众生，奢侈众生，可是啊，他还不舍这个真实的这个离体，于不二法而无退转，对这个不二的法门，真实的这种实相离体没有退转的时候，常能演说无碍法门，常能啊演说这个圆融无碍这种法门，以众妙音，以种种的这种妙音声，
随众生的心念，他心里想什么，普语法语，普遍呢为众生来说法，而不失时，而啊和这恰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说法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就是啊，菩萨中的大菩萨，第九一切法智的神通佛子，普贤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一切法灭尽，这种正定正收智慧的神通啊，于念念中，在每一念中入一切法灭尽定的这个三昧。”一不退菩萨所修的道，也不舍菩萨所应该做的事，也不舍呀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那么修习呀种种的波罗蜜未尝休息啊，他永远都不休息，观察一切佛诸佛的果度，无有厌倦，没有啊厌倦的时候，不舍度众生的这种愿力，不断呢转法轮的这种的思想，不非教化众生也，不舍供养诸佛亨，不舍一切法自在门，不舍常见一切佛，不舍常闻一切法，知一切法平等无碍自在，成就一切佛法，所有圣愿皆得圆满，了知一切国度之别，入佛种性，道于彼岸，能于彼彼诸世界中，消一切法，了法无相，知一切法皆从缘起，无有体性，然随事去方便言说，随于诸法心无所住，然顺众生诸根欲乐方便为说，种种诸法此菩萨住三昧时，随其心乐回住一劫，回住百劫，回住千劫，回住一劫，回住百亿劫。菩萨虽然常在这个定中入于这个三昧，可是啊他还不舍教化众生这种事业，也就是啊还常常教化众生，不舍供养诸佛恨，他也就是啊还是常常修这个供养诸佛这种的横门。那么广修供养菩萨，也不舍一切法的自在门，对一切法任运的这种自在门他也不舍，也不舍呀常见一切诸佛，菩萨呀也愿意时时的见一切诸佛，也不舍呀常闻一切法，菩萨他的存心
就是啊，常愿意见一切佛。为什么常愿意见一切佛呢？就是愿意常闻一切法。菩萨他明了一切法，本来平等，没有啊障碍，圆融无碍的啊，他又任运自在的啊，他也就是啊成就一切的佛法，所有的圣愿，菩萨所发的这种殊胜的愿力会啊很快成就，皆得圆满，他所发的愿呢都得到圆满了，了知一切果度之别。菩萨又明了一切诸佛的果度，这种不同的这种境界，入佛种性，他证得佛的这种佛性，道于彼岸呢，道于诸佛这个彼岸，能与彼彼诸世界中啊，能在呀、啊、每一个世界里边晓一切法，他晓悉一切法，了法无相，明了啊这个法没有一个体性那个体相的，知一切法皆从缘起，菩萨知道一切的法都是从缘生起来的，也没有缘起就没有一切法。无有体性啊，这个法没有一个体性，然随事去，可是啊要随事去这个世间法，方便演说，来方便呢演说这一切诸法。